八月，新疆进入了它最好的季节。这个时节的白天，城市平均温度通常维持在19到28度之间，空气干爽，日照充足。乌鲁木齐，夏天才刚刚在这座西部最重要的首府城市展开它迷人的笑颜。早上9点，自治区人民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，这家美食城今天的头锅抓饭早已卖完，厨师们正在准备着第二锅。因为时差关系，新疆人的早饭通常在8点半以后才开始。很多人选择用一碗街边的大锅抓饭作为早餐，既能保证一天的体力，又有充足的营养。阿布莱提·克里木是美食城的老板，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。比起老店，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，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。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，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。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，洋葱和胡萝卜。每天，位于乌鲁木齐近郊的九鼎蔬菜批发市场，都是一幅车来车往、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。由于新疆人对抓饭的热爱，洋葱和胡萝卜早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作物，是很多市场里销售量最大的蔬菜。这个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量每天可达3000多吨，70%左右市民的蔬菜消费来自这里，是名副其实的乌鲁木齐菜篮子。40岁的沈钦礼是河南人，在新疆做胡萝卜批发生意已有10多年时间。今天他在市场里只进了些红萝卜，因为他经手数量最大的黄萝卜还要过几天才能收获。乌兹别克小伙图尔逊别克正在菜市场采购午餐所需的食材，今天弟弟何兹尔别克要在家里吃饭，图尔逊别克准备给他做一顿乌兹别克风格的塔什干抓饭。图尔逊别克的家里共有兄弟3人，最小的弟弟何兹尔别克目前正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。图尔逊别克说，自己当年也曾有过画画的梦想，他希望能支持弟弟继续完成这个梦想。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，正如新疆俚语所说，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。大米要新鲜，颗粒饱满，晶莹剔透，羊肉要鲜嫩，最好有筋又有骨，有肉又有油。胡萝卜要选黄色的，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。至于洋葱，要选个儿大皮儿薄、味道甜辣的。将羊油切丁，放入烧。